所以现在警察让人家等，人家就应该要等，是吗？是吗？没有骂你，我没有骂你，警察叔叔，我有骂你吗？我有骂你吗？你要我等多久？所以现在警察让人家等，人家就应该要等，是吗？是吗？对啊，算我违规，我也让你执法，你一定会执法。那我现在在这边等什么？等我的蓝牙移动带。那我现在要不接受啊？那我们回派出所啊？我现在没有派。没有骂你吗？你要我等多久？所以现在警察让人家等，人家就应该要等。是吗？对啊，我违规，我也让你执法，你一定会执法。那我现在在这边等什么？等我的蓝牙移动带。那我不接受啊！那我们回派出所啊！我现在没有派出所。